哎，在干嘛 ？Hello， 在干嘛？钱塘幺两四五叫钱塘幺六先生座台，请求七个支援，请求七个支援，来刀放下，刀放下，都爱场外，场外，场外。然后发现迟到者，请求支援。Hello， 刀放下，都爱场外，场外，哎，出来。双手警告，出来，出来，趴下来，趴下，来趴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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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下了，趴下，趴下，不要动，别收手，跑到后面，跑到后面，趴下，跑到后面了，先不要动，走过来。来，大哥，我再告诉你啊，由于你迟到在公共场所，哦，恐吓公众安全，我依刑事法八八条对你实施逮捕。你有权保持缄默，无需违背自己社会陈述。你有权申请辩护人，如为低收入、中低收入原住民，依法请求法律负责的请求之。三者请求调查有利于证据，利益刑利益刑事法第一条之规定，人民到法院机关逮捕拘禁。你有权申请提审，二十四小时以内到法官。现在依刑事法八十九条之一对使用证据，报道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日前获报，有一男子手持西瓜刀对路人咆哮，引发民众恐慌。分局勤务指挥中心旋即派遣优势警力到场，逮捕赖姓犯嫌，并扣押西瓜刀一把。经警方调查，赖姓犯嫌因长期照顾父亲，且与父亲口角后心生不满，奋取刀具跑出家门对路人咆哮，致使在旁民众心生畏惧。附近邻居见状，迅速通报警方到场。经优势警力控制赖姓犯嫌后，于其住家阳台查扣犯案西瓜刀，讯后依违反刑法恐吓公众罪，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。南港分局呼吁，如遇有不如意之事，应寻求正当管道或警方协助，切勿输出暴力等不法手段，警方将勿管勿重，依法办理，绝不宽待。